请问是陆先生吗？老师好，我们家里又怎么了吗？喂，没水准哎！你爸是新董事，你用特许金。我爸是不是新董事？干你屁事啊！主任，我了解有财务上面的考量，但我们真的应该这样收学生吗？请你安插陆嘉玲进你们班那个科展小组。为什么？跟女学生相处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，没担心。你可以停下吗？你发现什么吗？但我觉得陆嘉玲似乎在用她的方式跟我暗示。凶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你啊！那你自己想不想跟他们合作？谁跟家人的关系是百分百正常的？气死我！把我逼爆炸，他们才甘心啊！你不是最爱说，没有正常的学生，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看待每一个人吗？